真的好运气啊，因为企鹅不是现在这个季节什么时候都能看得到，咱们没想到没去鸟岛，该看的这边都有啊。前面那只一直挡着我对焦的时候，它老挡着前面那个，那个就是红腿鸬鹚，它的肚子是白色的啊，这后背是黑色的，这是鸬鹚。那么哎啊，对，这边那个鸬鹚呢，其实整个鸟岛包括这一带所有的鸟粪的70%啊，70%都是红腿鸬鹚制造的啊，这是超级的造粪机器啊，产这个鸟粪非常多。这边还有，哇，咱们今天真的，企鹅，企鹅，有风大了。家里那小瓜呆子，傻傻的都傻。这边又能看到一个红腿鸬鹚啊，这是小的啊，这就是红腿鸬鹚。你看它的脚和嘴是尖尖的啊，脖子比较长。哦，红腿鸬鹚。那么这种鸟呢，产的鸟粪最多。回来再回来。对，黑色的。红腿鸬鹚，这边还有两只。姐姐提火鸡呀。啊，这个下面是它的鸟窝啊，看到没有？嗯。那么当地人是怎么来判断啊？怎么来判断？因为这边你很少能看到鸟窝，为什么？因为在海上的鸟呢，周围没有树木，它不能用这个树枝来建造自己的鸟窝，所以很少的鸟呢会有鸟窝，有鸟巢。那么它们都是在岩石的缝隙中来筑巢啊。看到基本的鸟类，这边的鸟呢都是在岩石的缝隙中来筑巢啊。哎，上面好几只企鹅，哇！后面上面，咱们要蹲下来看，上面好几只，哇！顶上，阿丽啊，哎，连鸟岛都没那么多企鹅。哇，这是多少？感觉我到七八只，最上面，有七八只有，在最上面。Those birds are the symbol of love. Okay, they are monogamous birds. They only have a couple for the rest of their life. So that's why there are not many birds as those. But they are known as the red-legged cormorants.Red-legged cormorants. They're like a penguin, very loyal to one couple of them. Okay? Like Peruvians and like your tour guide. Very loyal. Thank you.